出问题了。在吗？他网络卡了。网出问题了。卡了应该。他怎么说？大师傅血压高了，他现在是不行。网络波动了，全面网络波动。人在下面，人在下面。我看到了，连夜大勋啊，这个位置。大勋连夜。要不回来，要不回来。我就没了。去问队，退退退，去问。你干嘛？你想干嘛，呱呱？你想干嘛？好了，只剩你了。啊，你想干嘛？我啊，换一个，我换一个，不换。啥？一个没换啊？加油，兄弟们！就是该这样，就是该这样。我一个人把让年年能够发力哦，就该这样。打不过。呱呱被弄了呀！呱呱，他被弄了。对呀、啊。我被激活了，被三个，被群殴了。哪里被群殴了？你再敢群殴，我来帮忙的呀！怎么呢？哪里被群殴了？那最后不就是被群殴了吗？没被群殴呀，年子又没轰你了。嘿嘿，年年。怎么走啦？年年在墙后面。墙面能轰到吗？你们又跑到我后面去了，我没有，这是右边，右边有情况，右边有情况。不是，你看一个，现在你们一直退，他们就是高点，我们就是低点。米奇没事。我打了一下就。我找我了，我找了。拉屎拉屎拉屎！秋子后换掉他，掉了。哎，我跟大家换掉了。秋子很残，秋子三十多血，他退回去下去了。什么换掉了？都没死人，你换的？什么没死人？秋子爆红。一七年呀，退点。你这样被他砍的呀？对对对，秋子马上回满血了。你对对对，没错，去吃去吃。撤！秋子，你不往下跑呀？往家里跑呀！啊！我都没过来吧？你要是不很烦，快来帮我，你！啊！压哥没死啊？压哥一滴血，压哥一滴血。他肯定惨呐！啊！把队友打死了。对呀、啊。一v 一，一v 一，一v 一。先回复，先回复一v 一。他没蓝，他没蓝，他就一直想一直追你，他没蓝。别拉扯，他没蓝。好、哦。为什么要追啊？啊！结束了。就问这些对啦，西仔来吧，西仔来吧。前面套路还可以的呀，绝对 OK 的。套路还可以的。秋子猥琐的很，他50%血以下他就赌回家里加血。被你人回到家里会自动加血的、啊。他就赌回去啊，没人追他呀，追不到。这是亚服吗？亚服呀。蹭啊！颜值有点高啊，年年说话呀，年年。没事的呀。我换个加速器应该来得及、啊、说话呀，天天说话呀。你现在切个节点应该点一下这个重连，可以点一下重连的，没事的，直接进了，很快的，他会掉的。哎呦，西仔够了呀，西仔单挑我是真的没法限制法师，暂时限制不了法师，根本限制不了。
等一下，要不延迟二十秒再开打。我没法追球子呀，兄弟，怎么追球子了，兄弟？没法追球子，根本追不了。球子很猥琐，他不露头，他露头就是火球出来的时候。我已经偷偷打了他很多发魔剑了。你不说话，你要干什么，球子？我们人掉线了，人掉线了，人都没来呢。人没来，等一下，人没来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来了吗，西仔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那开哪了？等一下，他们还在门口，你等一下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还在门口，还在门口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选好了，选好了。哎，秋子是吧？红路已经过来了，已经过来了。